年华，你一回心酸痴情。赵克营，不明。啊！妖仙娘，这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啊？如果为所见，请心中信心如告诉我，杀杀是红心意，以红财无意，是和恁的董条帮好。是六目无敌，我改心意，接天修教。好说，其中分明有诈，众人不可轻信。祝母娘，你一回告中之人。那又如何？我虽然修为功多，恁不也见过告中的心迹？既然如此，那就由你向阮东西发展，结果自有真神裁判，如何？胡说什么？玉玲一概未歇，又有何妨？母娘，你动手吧。哼，醉了。相持论斤，结果硬是告诉你，帅真有哦，已经是心酸之人呢。咱该不是叫金莲花骗去了？今日神做出了选择，我金国鼎将带领刑部前途重新踏上正确的道路。接天修教，刑部进行接天修教，刑部进行接天修教。请问，刑部前途贵为一红之高？一宿一宿，一面一戏，又来一个插水外人。哦吼，这位就唔对了。根据真高道义，恁应当应邀黄昏杯留名的人。眼前这位乃是天下第一刀，天不真刀的事情，其也与伊无关呢。唔对，这名要天下第一呢。李雄这位也是天下第一相，刑部进度改革的第一步，这便应邀进行者，也不得无用，不加动体。如果无记错，李雄这位，你何尝是苗疆的通缉要犯第一小角？你身为苗疆军人，是何应该了因呢？对啊，苗疆的人死出去啦！苗疆的人出去，出去了，出去，出去了！安心，是你，我以鬼邪人的谬高想，你想要因我再次为生解说，这就要看到你站在哪一边了。星斗，你一定没有喜酒。小改是民主时代局，不为请听我一言。本国的初心为何？是人，也是公义。拢不是，本国初心是奉献精神。以高中的选择，真心亦有一致。这天然利己的修行，学生不敢轻蒙尊师教导，是以最初选择。下官，请放心，刑部进度一定准，以你。
应完成我的陈述。接天南参见新高宗。参见新高宗。